如果民事法庭判，如果到时候开的话，法院判我赔他多少，我就再捐给社会上多少钱。针对这件事情的起因不是我挑起，他先骂我们的嘛，那我为什么骂回去？因为咱讲那稍微唔对，但是我话，哦，我们是有理的嘛。法官、检察官一再再而三都是希望我们双方可以和解。那我也从侦查庭的时候我就讲 ，OK， 我可以和解嘛。那谈都没有什么结果。那至于他说要提民事求偿，他提100万嘛，这个是不可能的啦。因为你看人家把我讲成我是杀人放火、抢劫、毒品犯，才去判30万嘛。那我骂一个。就中了嘛。如果民事法庭判，如果到时候开的话，法院判我赔他多少，我就再捐给社会上多少钱。给社会大众看，我们做人做事是有担当的。要我跟我讲的话，我认罪，我道歉，我现在也跟他道歉了。我把他稍微忘掉，我跟你吴宗宪道歉，就下回是两种理。法院是一种理嘛，我们社会走在路上又是一种理嘛，对不对？要天王哎、欸，大上天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深不可测的、欸。小不拉几的嘞。